人恍惚兮，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气动玄机，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风罗树，大意知道卦中线，万步炎天一道中，哦吼，自强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先生早啊！啊，各位早啊！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啊，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啊。哥哥。
是你送给我的。你送我的幸运松果我也好好保留着呢。自你们走后，小丫头担心见不到你和小跟班，伤心的哭了好几天呢。是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我才没有哭呢，哥哥，我没有哭。大家都已经先到了。谢谢大嫂。哥哥。昨晚我回去告诉小女，她的小哥哥回来了，把她开心的当时就拉着我，说要来这儿看她的小哥哥，连她的红鲤鱼都顾不上管了。哥哥，你看，哇，牛，今日难得聚齐，大家不如靠近一些。观卦之后为比卦，比卦上卦为坎为水，下卦为坤为地，比卦象征着比和亲父。坎水之势，无土为堰，不足成器，江河湖海，水壑沟塘，水之成器，必要大地为载，二者相亲相合，不能分离，故曰比。比卦体现出坤卦厚德载物的精神，坎水之气必要坤土辅弼，以此来告知天下，亲赴正道，亲近百姓，相互仁爱，相互依存。比即原氏，原永贞，无咎，不宁方来，后夫兄。比卦象征着亲近亲和，以这种态度去处理正道，自然是家庭和睦，国家昌盛。古人最早卜筮的意义就在于此，亲和万物一定要从源头做起，并坚持传承下去，才能防范未然。不安宁的地方，诸侯都来亲近归顺，效法比卦之道，但是迟来的诸侯却惹出很多的祸端。初六，有福比之，无咎，有福迎否，终来有他吉。以真诚的品德相互亲近团结，自然是无过。诚信的品德就像是美酒溢出，飘香四方，最终可以影响到别人来与你亲近，还会带来很多其他的吉祥。这说明一个人的美好品德就是一缸美酒，可以飘香万里，影响到别人。君子的言行，吉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凶则千里之外为之。六二，比之自内，真吉。亲近比和之道，从内部做起，可以加强团结，亲密合作。坚持这样的团队精神，一定可以带来吉祥。
63，比之匪人。如果以比卦之道去亲近匪人，那么结果可想而知，也可以将匪人感化为君子，这即是仁爱之心。64，外比之贞吉。在友邦与外界交往中，建立起相互信任、相互亲近的关系，自然是有利于诸侯国之间的安定团结，可以消除很多的战事弊端，给两国带来良好的未来发展。95，贤比，王用三驱，施前勤，一人不借，吉。亲近团结，相互辅助，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，可以宣扬王道。就像是君王围猎，从三方驱赶，网开一面的豁口，放过前面逃跑的禽兽，君主的随从也不加戒备。这样，年轻有生命力的禽兽逃脱了，就留下了未来捕猎的种子。而捕获那些年老的禽兽，这才是真正的王道和合，与捕鱼之网的孔洞大小可谓同理。上6，比之无首，凶。虽然团队亲密团结，相互友爱，但是缺乏领导者，没有领导者，众人就迷失方向，失去很多发展的机遇，还会引发一些祸端。处事的最基本法则，人类是一个群居社会，亲近团结是人类相合赖以生存的法则。亲君子而远小人，小到家庭，大到国家，只有大家的关系亲密无间，才可以创造出伟大辉煌的事业。难怪这些天没见到他，难道是去找自己的另一半去了？我们的小松鼠太幸福了。哇，一家子啊。
老弟，老夫现在来跟你讨酒喝了，想喝尽管喝便是。好，那老夫便不客气了。入口绵，落口甜，饮后余香啊，好酒。先生真是懂酒啊，我也是很好老哥这口酒。该说渔夫老哥懂酒才是啊。应该说咱们同是懂酒之人呢。六十四卦已讲完六十三卦，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要结束了。是啊，仿佛昨日才开始聆听先生讲卦，今日就要结束了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我们就接着把这最后一卦讲完吧。这最后一卦也是坤卦阶段的最后一卦。波卦，波卦上卦为艮为山，下卦为坤为地。波卦象征着剥落侵蚀。高山出，大地剥落，下卦坤卦大地阴气已满而失去生气，上卦艮为止，大地收藏，天道有止，艮卦的一个阳爻即将剥落，阴极复阳的时刻即将到来，故曰波。波卦讲的是如何在衰微之时处事，当大势已去，不利于正道发展时，要懂得隐忍待时，退守静观，顺应时势的明智之道。波，不利有攸往。波卦象征着波落，天时地利尽失，此时要退隐静观时势，不利于再向前发展。初六，波床已足，灭真凶。睡床的侵蚀剥落是从床腿开始，如果不引起注意，这样下去整个床就会塌陷，而身无睡眠之处。此处以床腿来比喻事物的侵蚀，是从最根本之处一点点的腐蚀，不引起高度注意，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。六二，波床已变，灭真凶。变，床板的下方，床腿的侵蚀没有引起注意，现在已经侵蚀到了床板下，已经到了威胁安全的时候，可是还没有引起注意，凶险就会发生。六三，波无救。虽然床剥落了，可是在床板剥落时及时发现，悔改错误，没有引发危险。六四，波床已敷，凶。在床板侵蚀剥落后还是没有引起注意，现在已经侵蚀到床面，马上危及到身体之处，此时还不能发现错误，恐怕危险到了。六五，冠鱼，以工人宠，无不利。工人，君主的嫔妃，君主的嫔妃就像一连串的鱼穿在一起来承宠于君主，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吉利，因为可以证明他们之间关系紧密，没有剥落其中的一个。这里以嫔妃之相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由于利益问题，人与人之间往往相互排斥，剥落对方。冠鱼说明大家的紧密团结性。
上九，硕果不食，君子得鱼，小人剥炉。果实成熟了，君子采摘后，不是自己独享，而是与百姓同享，因此得到百姓的拥戴。而小人则不同，采摘后自己享用而遭到大家的离弃，因为诚实的品德可以团结大家，不被团队剥落。卜卦告诉我们要防微杜渐，万物的侵蚀都是由下向上，由小而大。如果心智不明，就会被慢慢的侵蚀，如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。君子之道是向下而不是向上，应在百姓之中。而小人之道在向上而不在向下，脱离百姓自然是被百姓剥落。此中道理乃天道，而天道并不偏爱任何人，只有顺天道行事才会获得益处。我身后有老虎。不只是老虎，还有狮子。在哪儿？大人不用害怕，我看他并没有恶意。是吗？相处久了，动物也跟大家有感情，已经没有了敌意。在这里结识到的朋友今日都到齐了。还有一位。还有谁？还有老龟。老龟在这儿呢。至此，64卦已经全部讲完，大家有全部听完的，也有听取了一部分的，但这并无大碍。64卦源于生活，博大精深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参透大道，获取自己所需的东西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用心揣摩。有些还要仔细揣摩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。学生明白。各位后会有期。先生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
Thank you.